阿巴卡巴，我是角角。嘿，没错，阿巴卡巴是印尼话的你好吗？今天的主题是2019曼博满额赠差异国料理的介绍时间。平常啊，像角角这样的阿宅吃泡面啊，最少也就动辄20-30元，甚至50-60元都有可能。但是呢，角角手上这一包来自印度尼西亚全球第一名快煮面印度面可就厉害了，小小一包竟然只要一个铜板就可以吃到。而且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印度面煮的比泡的更好吃。那么就让我们来一边煮泡面一边介绍这次的曼博满额赠吧。要准备的食材有面、角色、名言、迷你设置。首先我们把水煮滚，同学们可以趁这段空档看一下这次的曼博赠品。我们常说每个作品每个角色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故事，是否成为了你心中期望的第一女主角加藤惠，称自己掌握了最强攻击魔法暴力魔法的惠惠，期许自己是否能稍微改变一下的清景泽惠，这些让人记忆犹新在人们心中凿下痕迹的话语，正是搭起了我们与角色之间联系的桥梁啊。水滚了，那下一步来准备下面吧。要如何让面条保留最天然的麦子香气和于唇齿间咀嚼的嚼劲呢？口诀很简单，印度面快煮3分钟。那这一次你要如何获得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约会大作战安可短集篇？序为美好的世界献上抱怨，86不存在的战区，刀剑成语 Progressive 姐姐终将成为你。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共计9+1款的角色名言迷你设置呢，在8月1号到8月5号举办的2019台北世贸曼博台湾角川摊位上，只要每消费满520元就可获得一枚哦。看起来相当成功，再来就依照你个人的口味加入内附的4包调味料。辛香甜酱油是主要香气来源，一定要全加。增加滑嫩口感的调味油可以酌量。调味粉的咸度与辣味粉的辣度就以个人口感决定要加的量。哦，明明是煮过的，吃起来却像是用炒的 Q 弹。入口的瞬间，先是天然小麦的香味，而后在舌尖上能感受到纤维微辣的辣感，口感非常的有层次。再看向眼前的名言色纸，顿时让人有种正在和角色们一起吃饭的温馨感。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呢？目前2款正在系列可以在全省包括全联、家乐福等各大量贩超市购买到。烦恼最新番看小说看到忘记出门吃饭，又或是觉得一个人吃饭太孤单吗？不妨来试试看这款颠覆你味蕾的印度面真传系列。假如你不想用煮的，想用泡的，那有什么问题呢？新品重量级杯面于6月19独家在 7-Eleven 开始贩售，届时搭配名言色纸一起享用，绝对是妙不可言啊。那么我是角角，我们曼博不见不散喽。